我让你知道什么叫以你蒙家为荣。哎呀，给我鞋上来，来一桶黑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啥嘛黑色的？鞋黑色的，我感觉是拿木耳。你们他妈怎么离不开木耳了？把手机刷打开来，一二三，成起来了，你怎么？成立了。哎呀，我操，成的还没有三二一多呢，你们多三二一比，哎呀操！怎么要分家呀？现在是啊，是不？我就说你别这么闹嘛。那是有这心呐、啊，这是啊，啊！你这么闹就坐椅，我说你别这么闹了，到时候骂我。不骂没事，不骂你骂谁呀？知道不骂你，骂你师傅了？骂你就骂你呗，哪个徒弟？哪个谁家主播谁家徒弟没挨过骂？谁家徒弟？就你木耳，就你怕骂呀？就你怕骂呀？知道了。长白毛人说了算。啊，那句话，兄弟们，嗯，啊，不管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大萌，还是喜欢我团队每一个人，你们喜欢我们家人，就非常感谢。能在这个直播间停留，咱就是一家人，就这么简单啊！谢谢所有的家人们。然后这些人呢，咱们就是都是开心娱乐，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了烘托这个气氛，我懂啊。然后呢，其实咱别闹了，要不然大萌该那啥了，大萌你看都要哭了，他又该多心了。然后呢，他其实特别怕被骂，特别怕被骂，尤其最近好多就是以大萌名义去黑别人呢，然后呢都算到他头上，然后他心挺不得劲儿的。但是呢，我懂孩子啥样呢，谁啥样人都在我心里边，我都懂啊，谁能做出对不起我的事儿，或者是对不起咱们家粉丝的事儿，我也能知道谁是谁做的，谁秉性善良，我也知道啊。然后呢，哎呀，妈，别老哭啊！我感觉像刮了我似的。刮了谁了？刮了我了。谁刮了你了？不信我吧？你哭了？谁哭了？真哭了。木耳哭了？真哭了。没事。谁呀？哎呀，咋的？有委屈啊？嗯，不委屈，不委屈，唱，这是开心呢。哎呀，不委屈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大萌？你现在这样，有人去那个带节奏的时候，说明你火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就是师傅永远告诉你，在网络里边，就得没人屌你，你是最悲催的，知道吧？嗯。有人说你，说你好的，说你坏的，可能在你要火的话，说你坏的人他妈比说你好的还多，对，知道吧？那就是你成功那一天。但是记住了，自己走的正，行的正，让别人说去吧，谁心里都敢称啊。然后以后不论是谁带你节奏，不带你节奏也好，就是师徒之间，咱们就像父女一样，对人有信任，知道吧？我从来没说过你吗，大妈，是吧？我没说过你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的。你越火越好，你他妈越火，你是我徒弟，是吧？你火了，你们直播比我火，我才高兴呢。你天天直播十万加，我才高兴呢。你卖货花出单，我更高兴，对吧？因为你是我培养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他妈好像有点多余。我这煽情有我份儿，你看我煽情没你份儿，这整没有用。那个太严了，我特别怕这种事儿，因为那年就有过一次，所以我你受不了吧？我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受不了你就火不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想火就得受得住。像你他妈这么单纯玩网络，他妈真少，真的。你师傅他妈我能走到今天，我不炒作他妈。不走外面邪道，我能走有今天，我都他妈是个奇迹，我都知道不？你必须得有人骂你，才能鼓励你啊！他就是主要他找不着对象，他最难受，知道吗？你看，
这个我不去。有那个想这个想跟大萌处对象的，咱给大萌点点关注啊！有房有车，房子洋房，车路虎啊！我又买了个车库，又买个车库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家条件挺好啊，还有那么几千块钱存款，兄弟们，大萌条件挺好，来呢咱倒插门，这怎么都行，你高兴就行啊！但是来。对象必须绑我室友卡，要玩网络必须绑我师傅。你这绑鸡毛卡呀，绑卡。必须绑白烟。你对象别玩网络最好。